为各位介绍这项商品是，我们看一下，没错，这个是雷霆王，那这个是 DDS 倒插雷霆王专用的前插组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位大大安装的，那搭配的部分呢是这个对视的卡钳座，那当然对视卡钳座的部分呢都是要靠转接，那价格的部分呢也跟一般的不太相同，那这个是 MSP 专门为雷霆王所制作的一组前插组，然后是采用倒插的一个设计，那当然刚性各方面都与完全与原厂都不一样，它里面的阻尼回馈各方面都与原厂完全不同，那更加的提升这个性能，看一下。整体的制作非常非常的有质感，那当然在视觉上是非常满分的，那当然性能上也毋庸置疑，我们看一下前面的调整部分，然后前叉上刻有一个 MSP 的 logo，然后倒插的 DDS 的部分非常漂亮，那搭配了这个穿透力式的特别定做的这个 CNC 对视卡钳组非常漂亮，有需要呢，欢迎各位雷霆王的车友到麦可仓库汽车精品来订座跟询问。好，谢谢各位。